阿门，阿门，阿门。我们的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啊，好的。好，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爱，阿门。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在上帝的眼中，
就是唯一。我是如此如此透明，在想你的眼中没有任何期待你。我是如此如此透明，在想你的眼中没有任何期待你。世界有我，世界有我，会有美好，没有人能像我。在想你的眼中没有人能期待我，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想你的眼中没有人能期待我。好，我们再次掌声用我们的主持人我们对旁边进行问候好吗？你是上帝眼中宝贝的宝贝的宝贝，在神的里面都是最宝贝的，阿门。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遇见他。愿在这个夜晚，我们都能够遇见我们的神，阿门。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我面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很瘦，一点点的长大，一次次的结束，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是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Yeah.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五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很瘦。能够将他的恩典降临在你当中，在风风雨当中，只有在每一个春夏秋冬，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抛下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来到海边，在这个教会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愁苦都能够拿走，求神能够医治我的疾病，求神能够解决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头疼、让我们愁烦、让我们不能够放下的问题，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时刻向神告白，我们的人生是被神所掌管的，我们的道路是被神所引导的，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也不会偏向我们。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祈求神能够在这美好的夜晚能够赐下他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一生一世走在他所许的道路之上，使我们每时每刻能够充满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同声合一的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你，求主赐给我们美好的夜晚的同在，求你让我在这美好的夜晚看见你的同在。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圣名，三不是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把我心中一切的愁烦都向你献上，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恩典，需要的降临在当中。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保守我们，你是我们在神面前得让我们充满，求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太多的愁苦，有太多的愁烦，主啊，但是你都看见，主啊，求你把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每个姐妹、每个灵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使我们心中一切的愁苦、一切的愁烦都能够放下，主，向你呼求，向你祷告，向你放声呼喊，向你举起我们的双手，向你告白。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主，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也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做我们的主。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美好的夜晚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来到你的里面。请你赐下你接下的平安交给我们。主，在风风雨当中，主，在春夏秋冬当中，你从来就没有。你的手一直在引导我们，一直在疼爱我们，一直在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美好的夜晚向你告白。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有忐忑，但是神，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里的圣灵，请你带领我们；这里的圣灵，请你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世上虽然有苦难。
在世上，你在世上虽有苦难，人生大不过我有坎坷，但我们能主一生过世界，他必须有与我们同在。你要跑那当跑的路，你要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知识上，只是在理论上，只是在想法上，在教育上认识了我们的主，我们还没有亲眼见到我们的主。我们祈求神在这美好的夜晚，神用他的手来触摸我们，用他的手来牵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像约伯一样向神献上这样美好的告白。主啊，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阿门。我们对旁边的大声说好了，从前我们风闻有主，今天我们要亲眼见到主。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起来唱一首赞美。我们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
亲眼看见你。天父，我们神，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夜晚向你献上美好的赞美。主啊，我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实在是过于忙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去敬拜你，忘记了去寻求你。主啊，我们抽出我们宝贵的时间，在这休假的时刻来到海边，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所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是因着你的爱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最美好的，我们在神里面都是宝贝的宝贝。求你将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喜乐、你的平安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饱足，借着你的话语得喜乐、得平安。我们爱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我们再对旁边一起问候好吗？你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你是最美丽的，你是最帅的。当然，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有个最美丽的，坐在后面叫美丽嘛，是吧？感谢主啊，好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啊。以前我们也分享过《出埃及记》3:7-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起。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之地。”阿门。好，那我们一起在分享这个救赎的人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呀。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很多人都看过了，是吧？看过整本圣经的人举下手好。看过一遍的举下手好。两遍。那我就不问了。我就不好意思了。我们信主的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是吧？上帝赐给我们的情书嘛，是吧？我们都不爱的去看的话是不行的。圣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66卷，是吧？旧约有多少卷呢？39卷。新约有27卷，39、27，是吧？39+27，66，对吧？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很多人家的密码就是39+27，对吧？以前我们宣教中心那个密码就是39+27，当然让我改了，因为大家知道的人太多了，我觉得。我的最后一句话在叫别人难带，我通宵表上是要叫恩黑到最后的时候。你的旁人他听这句是心里的心里的。阿门。阿门。再问一遍，圣经一共有多少卷？66卷。旧约39:27，你们会算数就行了，39:27你们就知道了，是吧？有人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吗？有知道的吗？哎，我听到好像有人说话了。我们有好几个神学生了吗？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是查资料查到的，是不是？1189章，1189章，很多是吧？新约一共有多少章呢？929章。旧约929章，新约260章。一共有多少节呢？31102节，很多是吧？旧约2345节，新约7957节。我们再讲的话，一会儿大家都走了，是吧？这牧师跟我们算数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部分。有人把圣经分成三部分，哪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只有2章，圣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讲了什么呢？对，创造，对吧？上帝创造了什么呀？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类，对吧？那从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的十八章，大概是20章，讲了什么呀？
对，讲的救赎，就是谁来救我们呢？神通过谁呢？通过耶稣来拯救我们。然后最后两章讲的什么呀？讲的天堂的事情，将来我们要进入到什么呀？天堂，没有饥饿，没有黑暗，没有什么呢？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坏人，都是好人，对吧？对，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人呢？好人是吧？我们要进入到天堂才可以。上帝啊，赐下了一个约定，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赐下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呀？如果你们可以看圣经的话，在这个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我来读你们听一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非常重要。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我重新再读一遍之后，你们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啊。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面提出了两个权利，神给我们赐福两个权利。第一个是什么呀？生养众多，对，生养众多。第二个呢？治理，就是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呀？一个是后嗣权，儿女的权利，生养的权利，还有什么权利呀？治理的权利，治理的权利，所以叫后嗣权和治理权。上帝在什么时候啊？在创造人类之后就对人说了，是吧？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都是我的什么呀？我的儿女，神的儿女。然后你们还有一个权利，你们可以什么呢？治理全地。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狗、看到猫，我们很害怕，对吧？因为什么？沟通不了嘛，是吧？你不能跟他说话。可是，在没有堕落之前是可以的，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说话的。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救赎的阶段，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做了一件事情，对吧？就是亚当夏娃，我们的老祖宗，对吧？我们也不敢说他们坏话，但他们还是做错事了，是吧？他们不做错事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们这么辛苦。做了什么事啊？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堕落了，对吧？堕落的时候失去了什么权利啊？失去了两个权利，刚才说过的儿女的权利、后嗣的权利，还有一个什么呀？治理的权利。从此以后，这个动物、鸟什么他都管不了了，是吧？以前的话是可以管的，因为以前，神让亚当来什么呀？给每一个动物和什么呢？这些植物都起名字，然后让他管理这些东西。对，所以他们失去了什么权利？失去了后嗣的权利和治理的权利。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呀？人类犯的罪呀，起初人类和神的顺序是人在神的下面，对吧？直接被神所管理。然后你们知道还有一种存在，在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那个空中有什么呀？有属灵的那个天使。原先是没有这个魔鬼的，只有天使。天使是做什么事情的，知道吗？啊，天使是工人，是做工的，就是为谁做工的呀？为神做工的，传递信息呀，赞美神呐，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什么呀，他没有人尊贵。如果你将来看这个诗篇第八篇就知道了，天使没有人尊贵，他是为神做工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天使怎么样？堕落了。堕落之后怎么样？变成了魔鬼来诱惑谁呀？诱惑人，对吧？因为人的权力超过了谁呀？超过了天使。可是顺序怎么样？改变了，顺序改变了。当人类犯了罪之后，原来是神、人、天使，对吧？可是当这个人类犯罪之后，变成什么呀？神、魔鬼，下面有谁呀？有人，因为人把权力交给谁了呀？交给魔鬼了吗？
所以圣经当中说掌管这个世界的是谁呀、啊？是魔鬼吗？当然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战胜了谁呢？战胜了魔鬼。我们重新恢复了什么呢？恢复了和神的关系。谁来呀、啊？耶稣来，来到我们当中，恢复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当耶稣来了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了宝血，死了又复活了，让我们恢复了两个权利。哪两个权利啊？对对对，就这两个权利。对，我们在神面前最宝贵的两个东西。所以你们看约翰福音当中说，你们这些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要成为什么呀？神的儿女吗？神的儿女。还有一个什么呀？你们恢复了一个治理的权利，恢复了治理的权利。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告白说，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基督代表什么呢？基督代表王，对吧？你是神的儿子代表他什么呢？后嗣的权利。基督是什么权利呢？治理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权利，基督有三重的身份，有人知道吗？基督有三个身份。是我们轩轩都知道的，对吧？国王、祭司、先知，对吧？那这三个权利我们有没有啊？我们也有，对，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三个权利。哪三个权利呢？国王，就是君王，对吧？还有什么呢？祭祀，还有是先知，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恢复了什么权利啊？恢复了治理的权利，恢复了后嗣的权利。那耶稣的到来不但带来了救赎，恢复了人类的两个身份和权利，后嗣权和治理权。因为当我们洗礼归入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恢复神儿女的权利和身份。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重新恢复了什么呀？儿女的权利，儿女的权利。那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恢复治理的权利，我们有了什么呢？君王、祭司、先知的权利。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利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当中。到了彼得前书新约里面，彼得重新恢复了，把这句话重新整理了一下。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了嘛，有君王的身份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刚才说过了，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一节二十二章嘛。这个里面说什么呀？就是完成的阶段，将来我们要进入天国，完成的阶段。那所以重新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呀，整本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66 ，OK。旧约呢？39，第二十七，我们就算数在这儿。一共多少章？1189章，哎，太好了。那1189章减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剩多少章啊？87，再减去启示录最后两章。1185章都讲什么呀？救赎。所以救赎对我们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圣经分为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用救赎的观点看圣经分成了三个阶段，明白了吗？创造、救赎、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阶段呢？救赎的阶段，救赎的阶段。对，可是圣经当中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有关救赎的书，我们叫出埃及记。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救赎的道路，对吧？救赎的道路。那通过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上帝整个救赎人类的过程。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不能都讲了，因为我们这个实际上最终明天就是他们在学习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出埃及记这个，他们专门有书啊，那个书特别好的，对，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学，我们也有翻译过来，我们再翻译这个事情，对。那出埃及记的核心经文是出埃及记3章7到8节，
我们重新再来读一下呀，三章七到八节，这个字有些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里面有七个动词，以前我们学习过的，你们来看有哪七个动词。第一个是什么呀？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然后怎么样？下来就领，然后怎么样？到什么地方？到迦南地。这七个动词代表着上帝的救赎的一条道路。所以看见、听见、知道了什么呢？知道了什么呀？以色列人的痛苦，他们在埃及出了什么事情啊？他们是奴隶，还是什么呢？他们的儿女繁养众多呀，因为神给他们什么祝福啊？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的儿女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啊？多到这个法老害怕了，害怕的时候就对这个什么呀？接生婆说，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只要生了男孩，就把怎么样杀死。然后这个接生婆说了一句什么话呀？这些以色列人太健康了，还没等我们杀死，那孩子就生出来了。那就没办法了，就是没出生之前把他弄死嘛，他已经出来了。那说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生养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恩典是很多，就孩子特别多，人也多。后来法老就没办法了，他用了一个别的方法。他说什么呀？这个生了孩子也没事，把这孩子扔到什么地方去啊？扔到尼罗河里面去，把他们怎么样淹死。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被扔到尼罗河了，这个人叫什么呀？摩西，被那个什么呀，那个用草编的那个筐里面是吧，扔了之后被谁捡去了？被法老的女儿捡去了，结果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王子。那我们知道神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痛苦，第一个是什么呀？他们是奴隶，对吧？第二是什么呢？他们的孩子都活不了了，就是没有后代嘛。但是还是神怎么样祝福他们，让他们孩子可以怎么样成活，对。所以神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以色列人的痛苦。那今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痛苦啊？有啊，我们有太多了，说不出来的那个苦是吧？一到全是那个苦水是吧？好不容易来个修炼后，就来倒苦水的是吧？借着机会好，要发泄一下是吧？可是神会怎么样？神看见、听见、知道谁呀？知道你们的苦难，阿门。我们对旁边人大说好吗？神看见、听见、知道你所有的苦楚。看见、听见、知道你的。但是神不是只是看见、听见、知道，他还做什么呀？他下来，对吧？那圣经里不说了吗？是吧？看见、听见、知道，然后怎么下来？下来救我们。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什么呢？神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以色列人的痛苦。就是我们这些没有信主之前的人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我们没信主之前实际上挺苦的，你知道吧？因为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嘛，找不到真正的救主，没有真理嘛。这个苦是在什么之前呢？是没有信主之前的状态，是不是？这种痛苦，但是是呼求的。我小的时候啊，我不信主，我不信耶稣，但是，有一次啊，我考试考得不好，英语成绩没及格，但是我爸呢是一个军人。我爸爸的特点就是他那个很严格，对吧？这个你们已经知道了，有的人也经受过这样的痛苦。他的各种武器都有啊，这个笤帚也是他的武器，这个皮带也是他的武器，他随便拿起来什么都可以打你的，就非常的紧张啊。我们家在五楼嘛，我就从一进一楼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了，就上楼的话，我爸非得打，我也得告诉他成绩嘛。然后就抓着这个楼梯，这个上楼的时候就是这个如来佛啊、观音呐、什么这个这老子啊、什么耶稣啊、上帝，反正我知道的神我都念一遍，对吧？你帮帮我，我怕打我，被我打死不可。后来有一次因为考试考得不好，我离家出走了。以前我跟你们讲过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太严格了，军人呢，军人很可怕的，这个打人的时候他不讲道理，你知道吧？所以怕的已经不行了。就是这种苦楚，知道吧？这种苦楚，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祷告神听见了，所以神下来救我。我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哪个神是真神，所以都念了一遍。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对吧？老天爷我都念了，对吧？老天爷你帮我吧，如果你是真神的话。所以但是神不能直接和人见面，对吧？神能和人直接见面吗？你们今天要亲眼见到他的话就危险了，就会被怎么样，被击杀，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你们以为摩西真的见到神了吗？没见到，是吧？摩西一直怎么样，哎，低着头跪在那儿的，他不敢。就算是这样，他脸上怎么样，放光了，因为和神在一起会怎么样，光明了，是吧？因为神不能直接下来，神通过谁做事啊？神通过人做事。所以对旁边大家说，神通过人做事。神通过人做事。所以 你好好看着旁边的人呐、啊，我相信你是神派来的，来拯救我的。阿门。重新，你不愿意看旁边人是吧？重新再来一遍，我相信你是神派来的，来拯救我的。哎，真的呀，你不要，这不是谎话，真的。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旁边的人能帮助你。所以摩西呀、啊，摩西被神拣选了，对吧？摩西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当中现在就说像牧者一样的人，对吧？牧者，神拣选他，对。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3章到11章都讲了什么呀？神派人，他下来是下来，他派谁呢？他派人来拯救什么呀？拯救以色列人。这摩西被训练了，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啊，很多人看圣经，摩西被训练了80年，对吧？终于被神拣选了，然后用了40年时间来什么呀？来带以色列人走。实际上那个走不到几个月时间就能走到的地方，走了40年，是吧？自己还没走进去，最后被神给怎么样？给挡住。你们要是冷的话，那个空调可以调一下那个温度，我觉得有人很冷，我看我也挺冷的，在这。22度是吧？可以。我觉得有些人冷，我感觉。所以他派谁呢？派人来拯救，派了摩西，通过摩西。摩西说了一句什么话呀？摩西对神说：“神不行，我不行，我没有口才，我不会说话。”有两种说法，说摩西真是没有口才。为什么呀？因为摩西以前是法老的公主的王子，是吧？他肯定有口才，对吧？因为他是在宫廷教育，对吧？那是都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这个什么呀，最尖端的最优秀的人教他，是吧？可是后来他到了旷野，在旷野只做什么事情啊？放羊，是吧？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摩西就会说一句话，就我就会说一句话，所以就不会说话，有可能是口才没有了，口才没有。所以他就说神不行，我没有口才，我怎么敢去跟法老说？而且他怕法老，你知道吗？他本身他是逃离这个埃及的，对吧？因为他是杀人的嘛，所以你让他回去，他不愿意回去，对吧？所以他这个跟神狡辩说：“神，我没有口才。”所以神说：“我已经预备了，你哥亚伦，对吧？他替你说话。”所以他就没办法去做什么呢？去做拯救一些人的事情。所以到了出埃及记12章，我们叫什么呀？拯救，拯救。上帝通过谁呀？通过审判来什么呀？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法老的心怎么样？法老的心非常非常刚硬的，所以这个上帝通过多少个灾难呢？10个灾难呢，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在这个降下10灾之前，还跟他们斗了一次法，是吧？就是这个让这些术士都来，是吧？这个蛇，是吧？哎，扔下去变成蛇了，拿起来变成什么木头了？就结果这个谁成了呀？只有摩西成了，对。然后降下了几个灾殃呢？10个灾殃。哪十个灾殃啊？哪十个灾殃啊？我也得看，我背不下来，对不起啊。血的灾殃，青蛙、狮子、苍蝇、瘟疫、疮、冰雹、蝗虫、黑暗，最后是什么呀？长子和头生的，很可怕的，对。如果今天神来这个击打这个世界，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就说别来，我就一个孩子，对吧？独生子，中国都是独生子，就危险了。所以在法老地，最后到了什么时候，法老这个心才怎么样？才动了一下呀？
长子呢，是吧？害怕了，终于害怕了，也是说了好几次说你们走吧，然后又反悔，走吧又反悔，对吧？所以我们说这十个灾难，十个灾难说是什么呀？是当时埃及地拜的偶像，破坏破碎这些偶像，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这些都是什么呀？都不是偶像罢了，不是神，只有谁是神呢？只有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神，对。所以我们说了，在这个神下来的时候，他通过了谁呀？通过了摩西，有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谁呢？摩西。我们今天所谓的代理人就是牧者、传道人，你们也可以成为代理人。当你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谁呢？神通过你，让你下来去给别人什么呢？传福音。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宣教士。阿门。我们给旁边大家说，你是天国的宣教士。你是被神从天国派到人间的宣教士。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吗？法国电影《天使在人间》，有看过吗？没有是吧？哎呀，我可喜欢那个电影，因为那个天使特别漂亮，我记得漂亮，我就忘了，因为那个他不会飞嘛，就印象挺深的。可是天使在人间，但是你们是被神从天上派到人间的使者。阿门。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不是在开玩笑。重新对旁边你说好吗？你是宣教士，你是天国的宣教士，你是神的代理人，你是神的代言人。那今天你要小心了，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小心，不能说脏话，不能说难听的话，因为你代替的是谁呀？神。你身上有谁的形象啊？神的形象。你是神的大使，对吧？你说每一句话别人都看，哎，你不是神的大使吗？你怎么还骂人呢？是吧？我们要小心。阿们。要小心。对，那这十个灾殃之后，法老终于怎么样？没办法了，走吧，你们走吧。但是在这个最后一个灾殃的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如何能够度过这个灾难呢？给了一个方法，是吧？说你们在你们家的这个门框上用羊的血涂抹，对吧？涂抹之后，我看到羔羊的血，我就越过你们家庭，不击杀你们家中的长子，还有那个头生的，甚至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也跑到你们家里面来的话，也会怎么样？也会得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不但拯救以色列人，还拯救什么人呢？外邦人。那神不是只是爱一个民族，只是爱一群人，而是所有的人都爱。阿门。那当时这个还有一些要求，让他们在这个宰了这个羔羊之后要吃什么呀？羔羊的肉，还要吃什么无酵饼，还要吃苦菜，还要这个更换衣服。你们要旅行之前肯定换衣服是吧？和你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为什么？适合旅行的衣服嘛。那么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换衣服啊？他们要怎么样？要长征啊，是吧？长征那肯定穿的衣服不一样了。换衣服了，更换衣服就是代表什么呢？要成为一个客旅，成为一个客旅。我们现在在什么呢？在旷野当中行走。对，那今天为什么讲这些啊？实际上我们主要是讲，有的人说我信主了，但是我有苦难，我就不想信了，因为我信主信得太难了，是吧？越信越难。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难题？你们看以色列人就知道了，在以色列人的人生当中，他们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旷野的时候有很多难题的。首先呢，我们看他们通过谁？通过那个血，对吧？得救了。这个预表的是谁的血呀？耶稣的血，羔羊的血预表耶稣的血。对。那么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当摩西去击打这个红海的水的时候，这个水这个分开了，是吧？后来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有人这样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洗礼。这是洗礼，代表着什么呀？当他们过了红海，过去以后谁又跟着进去了？法老的军兵，对吗？如果这个军兵过了这个红海跟他们一起过去的话，会怎么样？会抓住他们。他们只是这个老百姓嘛，能和军兵相比嘛？当时埃及人很强的，是吧？可是这些埃及人被怎么样？被水重新淹没，都怎么样？都死了。这个水合上之后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什么呀？神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些人都杀死了，是吧？还有一种方法，回不去了。对，你不像你们信了主了，是吧？
回不去了，没办法，被神抓住了，想跑都跑不了。你对旁边大叔好了，神断了你所有的后路，神断了你所有的后路，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你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了，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去的话就是犯罪，回去的话就是什么呢？圣经当中说，像那个猪回过头吃自己，出来的那个什么是吧？就是那个意思，对。不能这样，就是我们信了主就应该一直往前走，不应该怎么样，走回头路。阿门。所以这个红海怎么样？合上了，你是没机会回去的。所以洗礼代表我们否定我们自己，否认我们自己，从此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谁做我们的主啊？没有神能做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因为在旷野当中只能靠神嘛，是吧？所以当时在这个旷野里面，首先这个神用什么呀？用这个圣灵带领他们，是吧？圣灵通过什么形式啊？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带领他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们会觉得我也看不见那个云柱，看不见那火柱，我的路我自己走的。当你信了主那天开始，谁引导我们呢？神在引导我们，不要不相信。当你祷告，你好好的寻求，你仔细地去看，你会发现每一天你的道路是谁呀？是神在引导我。阿门。所以红海是在出埃及记的13章、14章记载了什么呢？红海的事情。红海代表什么呢？洗礼和否认自己，就是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那么到了这个第15章、18章，我们叫旷野了，就这个就重要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都在旷野里面。这里面有几个旷野呀？有1、2、3、4，大概5个旷野，实际上是4个旷野。第一个旷野叫舒尔啊，将来有机会看一下，是吧？这个经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往下走了，红海也结束了。旷野，对，有红海，是吧？在旷野的时候，第一个旷野叫什么？叫舒尔。有时间你们可以看一下，旷野在出埃及记的15章到18章记载了旷野的生活。那旷野是什么呢？操练我们。我们中国一句话叫什么呀？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才能什么呀？这后面我就不会了，你们都比我强，才能成才，实际上，对吧？就是你要想成为一定的人物，必须要经历一些什么呀？苦难和训练，这叫操练。所以神把一些苦难给这什么呀？给以色列人。你们，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一定要遇到这个事情。神就说你必须要遇到这个事情，我让你什么呀？让你成长。你不遇见，你想躲避你也躲不了，跑不掉。就是你过了这个地方，你躲过了，然后神给你预备一个更大的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你必须要过去才可以。阿门。有人说，我不想阿门，我不想遇见，不行吗？我就好好的，你就老老实实带着，你别给我苦难，我就这么信，不行不行。因为神所爱的人，他必然会什么呢？会训练，会管教，会操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模样。就是你不能总做小孩子，你要长大才行。阿门。所以第一个旷野叫舒尔，在舒尔的时候啊，出现了什么事情啊？就是他们这个水是苦的，水是苦的。所以这个摩西这个向神祷告，神说你把那个树那个扔到那个水里面，水就变成什么呢？甜的了，对呀。那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有人说这个树是不是代表十字架呀？是不是代表耶稣啊？当耶稣来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对吧？有人说是一种悔改的状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那么代表的是什么？圣子耶稣。那么到了训的旷野呀，训的旷野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什么呀？有关话语方面的恩典，在训的时候，训是这个出现了什么事情啊？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呀？没有粮食，没有粮食，祷告神给他什么呢？玛拿。玛拿，玛拿的话，你们知道玛拿长得像什么吗？像啥？香菜籽儿。对，你看我以前都讲过了，肖建华记得清楚，香菜籽儿。因为那个圣经当中那个叫什么圆腔子，什么腔灰子，那个字儿我总读不对，那个就是香菜，就是没有办法记载这个玛拿到底像什么样。他说长那个玛拿的样子像香菜籽儿一样，对。所以我猜测香菜以前不是中国的，有可能，对吧？有可能是从中东那边来的，就像我们今天吃的孜然，也不是中国的，也是从哪来的？
从那个新疆那边来的嘛，中东那边来的，会有那个什么呀，那个胡椒粉都不是我们这边的，都是中东那边的。那他们在这个训的时候没有粮食，所以他们什么呀，向神祷告，神就赐下玛拿。玛拿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呀，代表什么呀，话语粮食，对吧？神的话也就是粮食嘛。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我是什么呢？我是粮，我是生命的粮，你们吃我就可以得饱足。阿门阿门阿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看到这里面代表什么呢？当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没有吃的了，对吧？生活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求谁呀？求神，神让他得饱足。阿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各位弟兄们，你们不是没有吃的，对吧？你们是里面不满足，对吧？里面不满足，但要求谁呢？求神，神赐下话语就可以怎么样得到满足。阿门。阿门。所以我们看这一点叫什么呀？这个在训的旷野，他们没有吃的，祷告神就把玛拿赐给他们。那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祷告，我们这个满足不了，这个我有不平，我有不满，求神你赐下话语来什么呢？让我得到饱足才可以。阿门。哎呀，今天这话题有点沉重，我觉得，我看你们越来越困，我觉得，我都不敢讲了，有点。那不讲不行，那我就讲完，那我就准备了，是吧？我实际上没按这个讲，根本就这个可长了，这个。那我简简单单讲完之后，给你们留作业，我觉得就比较好，对吧？留作业你就不困了。我现在讲到哪儿呢？讲到旷野是吧？旷野的第二个旷野，第一个旷野叫什么呀？舒尔，那个水是苦的，对吧？完了，摩西扔了一棵树，那个水就变甜了，是吧？我们说代表什么呢？耶稣的恩典十字架，对吧？那第二个这个在什么呢？在训，训是怎么样？没吃的，饿，对吧？我们不如回埃及吧，我们在埃及还有肉吃呢，是吧？然后这个摩西祷告，神就赐下什么呢？玛拿，天上的灵粮，然后就怎么样？可以得着饱足，就说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得着饱足。那么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旷野叫利非丁，利非丁旷野，利非丁旷野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没有水了，渴，不是那个水是苦的，而是没有水了。人没有水，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都知道，你今天有人出去买水去了，是吧？没有水的话，特别生气，特别难受，烦。我刚才就是在前面唱了，我就渴了，实际上，所以就有点这个烦了已经。当他没有水的时候，然后这个神通过摩西在什么地方敲打呀？在磐石上敲打，就出现什么呢？泉水和活水，对。代表着什么呀？代表着这个向神祷告，圣灵就会工作。阿门。阿门。圣灵就像那个活水一样，会怎么样？让我们得到满足。所以在这个利非丁旷野的时候，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祷告就有什么呢？有水喝。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代表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什么呢？干渴的时候，灵里面的、生命上的，还有各个方面上的干渴，这个时候求神圣灵工作，就会让我们怎么样得到满足，那个活水就会怎么样涌流出来。阿门。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地方呢，它不算是旷野，叫亚玛利。亚玛利在亚玛利的时候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亚玛利有战争，亚玛利人来攻打他，在旷野的时候，所以这个谁去征战去了？摩西没去。摩西的时候多大岁数了？100多岁了是吧？反正是过了80了，过了80了，他就没去。他派他的谁呀？他的门徒，他的这个下面跟他学习的谁呀？约书亚。然后摩西只做了一件事情，摩西在山上干嘛呀？祷告。然后圣经当中说，只要摩西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这手一降下来，约书亚就什么呀？就失败。然后后来找俩人，一个户尔和那个谁呀，叫加勒是吧？亚伦。哎，亚伦那是吧？反正来什么呀？来拖着他的双手们，然后他就怎么样？就得胜了。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在亚玛利的时候，当和敌人征战的时候，当摩西举手就可以什么呀？就可以得胜的时候，代表什么呀？我们需要同工，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不要依靠你自己，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你一个人的时候很快就会怎么样？就会干渴，就会失败，就会没有力气了，所以需要旁边的人互相帮忙才可以。阿门。阿门。我们中国人要出门靠什么呀？靠朋友嘛，是吧？对吧？就有缘千里找朋友嘛，是吧？对。我们到这儿不都成朋友了嘛，是吧？可圣经当中也说，对呀，你们要找什么？找知己，
找主内的肢体来神的互相帮忙，互相祷告，谢谢。哎呀，终于这个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有水喝。谢谢啊，这磐石里面出泉水了。感谢主，这你就不渴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摩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在你们生命当中有苦处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要找什么呢？要找同工，还要祷告。阿门。靠你自己不行嘛？所以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呀？肯定是找我爸我妈，然后找我亲戚朋友，不就这个东西嘛，是吧？第一先找谁呀？先找神，对呀。然后之后神告诉你去找谁，去找谁，你有感动嘛，是吧？那我们要有同工才可以。我们这旁边，我们是同工，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同路人，帮帮忙吧，啊，对，就互相帮忙才可以的。阿门。在主里不帮忙怎么可以呢？是吧？最后一个旷野，在西奈山，对吧？西奈的旷野，西奈的旷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摩西呀，这个越来越什么呀？越吃力，对吧？就像我们教会，就我们去年，修炼会多少人呢？40多人，不到50人。前年，40-50人，大前每年都差不多。今年不一样，今年多少人呢？75人。哎呦，算这么准，你给都传到咱那个同工群组里去时间了。我看见了是吧？原先的话80多人呢，对吧？所以没招了，我就又租了一辆大客车，一辆大客车100万，两辆大客车200万。然后加场所费用60万，260万没了，吃的没钱了，已经，我就赶紧找执事帮忙，要吃的。那这是什么呀？人多了事情就多，对吧？人多了事儿可多了，这个小事儿就矛盾，然后就闹，然后弄不清楚。我们就看吧，我们就一盘散沙，对吧？我也跟着着急，大家都着急，都想干活干好，说不定有能力的问题，领导力出现问题。摩西也是一样，摩西都累死了，一个人站在这儿审判这些人，每个人来找他谈，那多少那个以色列人呢？1-2百万以色列人呢，都在这等他呀。今天完了，回家睡觉，第二天再来是吧？那肯定是这个东西嘛，到什么时候能解决不知道。所以摩西的岳父就来了，对他说什么？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呀，你要设立什么呀？1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因为我们教会有什么呀？你设立组长嘛，是吧？传道师嘛，是吧？牧师嘛，是吧？同工嘛，阿门。教会是什么呀？需要彼此同心合意才可以。阿门。对，你们要都成为1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那我们教会就，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对吧？还有1万夫长，那就有10000个人呗，是吧？阿门，没问题是吧？那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吧？阿门。什么时候能到10000人？我们在神里面看吧，是吧？会的，在你们后面有多少人呢？有1000个，有10000个人。阿门。阿门。张伯立牧师上次来韩国的时候，他就讲他的见证，是吗？他在中国是这个，学潮的时候嘛，1989年被这个通缉的人，因为他在天安门那个广场那个示威游行，他这个嗓门大，所以被推到前面做领袖去了。结果呢，就抓他，抓他，然后就跑了。他是黑龙江望奎的，跑到在山里面住了几年，住了2年，对吧？住了2年，然后这个在这个逃亡的时候，在一个农村遇到一个农村妇女，这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但是她是信耶稣的，然后他就拜托这个张伯立，他说他是大学生嘛，他说那你给我读圣经呗，然后这个张伯立说行啊，反正我闲着没事儿，就给他读圣经，读来读去把张伯立给读的怎么样？他信了，你知道吧？他那时候也不说明白信不信，但是怎么样，间接给自己传福音了。我觉得这个农村妇女很聪明，我觉得。后来他就信主了，不是没信，他信了。他后来到了美国建立教会，他现在开辟的教会大概有，就是美国有大概有5-6间，新加坡有，香港有，很多的。在他后面一个人后面有多少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算不清楚。所以有一次他给这个农村那个大妈打电话，我说：“哎，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好，好不好？”然后就过得挺好的，最近忙什么？就传福音呢、啊。那传了几个人了？我说我这辈子就传了一个人。那张伯立说：“你说的就是我呗。”啊，对呀、啊，就是你呀、啊。完了，这个张伯立就说：“哎呀，你传福音没什么果效。”然后这个农村妇女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果效呢？”张伯立说：“有什么果效？
我传了你一个人就够了呗，你一个人后面好多好多人是吧？阿门。你们也是啊，你们传了很多福音，可能有一个人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可是他将来他的后面有多少人，我们计算不清楚。阿门。那希望我们教会要彼此同工才可以，要什么呀？要有这种领导力才可以。所以你们觉得我领导力不够的话，为我多祷告啊，是吧？你们像摩西的岳父一样来找我呀，我有个好方法，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你就找我呗，是吧？神可以感动我的话就做，但是我有我的固执，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需要改变。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西奈的旷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领导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所以神通过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什么呀，来找他说什么呀？要建立一个团队才可以。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希望你们都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同工，在你的后面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灵魂在等待着你。阿门。阿门。那我们讲到这个旷野了，是吧？我们从现在整理一下几个旷野呀？五个。第一个是什么呀？树尔出现什么问题了？苦水，对吧？把树扔下去变甜了，对吧？说明什么呢？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什么呀？变得更加幸福，更加甘甜，是吧？那第二是什么呢？在逊的旷野，这个没吃的了，饿了，所以向神祷告，神给什么呢？玛拿代表什么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得到满足。玛拿是谁给的呀？神给的，代表圣父。那么圣子圣父都出来了，是吧？那么第三个旷野什么呢？利非丁旷野。利非丁没有什么呀？没有水喝，是吧？没有水喝，我说没有水喝了，我们方便月姐妹就给我水了，是吧？那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神就给他们水喝，通过谁呢？通过摩西在磐石上击打，就有了什么呢？泉水，有活水出来了。那代表谁的工作呀？圣灵的工作，圣子、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工作。阿门。所以第四个旷野是什么呀？我们叫亚玛利出现了战争，但是摩西没有自己去做，摩西让谁去做了呀？让约书亚去做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啊？祷告。祷告代表什么呢？首先我们遇见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然后要有什么呢？要有同工，才能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得胜。阿门。那么到了这个西奈旷野的时候，人力不足了，领导力不足了，是吧？建立了什么呢？组织，千夫长、百夫长，然后教会这个什么呀？以色列人管理起来的越来越什么呀？井井有条。阿门。那么这几个旷野，你们在哪个旷野里面呢？有人说，哎，我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好几个旷野都在。当然，对，有的人说旷野我已经过去了，有时候还回来呢，是吧？因为神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训练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千万不要不满，也不要什么呀埋怨。神，你给我这个环境，我就感谢。你要通过这个环境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如何来训练我呢？我应该如何去做呢？这是重要的。阿门。你要在神面前问神，为什么给我这件事情？你要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怎样？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埋怨和不满。阿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到了旷野之后又有什么呀？到了这个十九章我们叫西奈山，神开始怎么样？已经建立了组织了，已经基本怎么样？教会出了模型了，不是吧？那要敬拜神才可以的。所以神就在西奈山通过摩西给了什么呢？律法，对吧？诫命，是吧？十条诫命，然后这个律法告诉他们，你们要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和自己建立亲密的关系。阿门。这十条诫命首先是和神的关系，对吧？不要拜偶像，你要单单来尊崇我，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和人的关系要孝敬父母啊，对吧？要怎么样？要这个这什么？不能杀人，不能偷盗，不能撒谎，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和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就变得更简单了，是吧？耶稣把它变成几个诫命了？两条诫命，对吧？爱神爱人就结束了。实际上十条诫命就是爱神的爱人的，对吧？所以耶稣是什么呀？诫命当中最大的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阿门。那我们对旁边讲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人。但是有人说，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爱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人呢。所以这个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在旷野的时候告诉他们，对吧？通过什么呢？通过律法，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怎么礼拜，这叫什么呢？神说我告诉你们我喜欢什么，我告诉你们我想什么，我爱什么，我愿意做什么。
你们只要知道该做什么都可以，这是我希望的，就是神的思想、神的价值观、神的原则、神的标准、神的哲学是什么。阿们。你们爱一个人肯定会了解他喜欢什么，他的标准是什么，他不喜欢吃酸的，他喜欢吃辣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穿红色的，喜欢穿白色的，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我告诉你们我喜欢什么。所以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我告诉你们我喜欢的是什么，你按照我的标准去生活就可以了。阿们。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为什么听讲道，就是知道什么呀？神喜欢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叫建立和神的关系，建立和人的关系，建立和自己的关系。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西奈山结束以后啊，25章到40章叫什么，叫到迦南地，是吧？到迦南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了像天堂一样。你们看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说有一个会幕，对吧？建立会幕的时候，圣经当中说按照天上的样式建造的。会幕是按照什么样式建造的？按照天上的样式建造的。所以会幕里面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呀？天堂的生活。天堂的生活就是什么？和谁在一起的生活呀？和神的，就恢复了人和神的关系。以前在伊甸园的那个生活通过什么恢复了呀？通过教会，会幕就是教会嘛，恢复了和神的，就是敬拜神的生活，每天与神同在的生活。阿们。所以我们看整本这个整一卷出埃及记，把我们整个人生都表现出来。虽然你们今天现在很累啊，有的人我讲完了你也没记得这个，不是讲那个是什么来着，什么迅舒尔什么水苦水甜水，你们肯定都忘了是吧？我再考考你们，你还能记得吗？啊，再试试吧。啊，试试吧。好，那试试，那行，好。那个第十二章讲的是啥来的？救赎。救赎。救赎通过什么来救赎啊？血，对吧？血啊。第一章、第二章有三个动词。看见。听见。知道。看见、听见、知道了什么呀？苦难。有了苦难要做什么事情啊？要呼求，要祷告，对吧？那第三章到第十一章有一个动词，下来，神下来来拯救我们，通过谁呀？通过人，有个代理人，对吧？所以我说你们都是代理人嘛，是吧？通过摩西。那第十三章到十四章，旷野吗？不是，十三到红色的，对。啊，那什么？红海代表什么呀？洗礼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自己否认自己，自我否定，对吧？就是我们说没有什么呀，回头路，神把我们的后路怎么样完全断绝了。对，那个时候我们说洗礼是什么告白啊？从此以后我与主怎么样同死同复活，对吧？那个告白就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回到原先那个世界上生活，我要和神怎么样过新的生活。对，那十五章到十八章呢？旷野。哎，对，旷野。五个旷野。舒尔逊利非丁亚玛利西奈。哇，哎呀真好，这我怎么给你奖品呢？一会儿有机会，一会儿有啊，现在就有啊，是吧 ？OK， 现在就有啊。有人说已经有了。哇，真给啊！哎呦，谢谢啊。那红海旷野都是在一个动词下面，就是领出的那个动词里面。那第一个领出是什么呀？洗礼。第二什么呢？这个旷野是代表什么呀？操练我们什么呀？把主权给谁呀？给神，然后。只是专注于上帝去生活。对，那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西奈。对，西奈山摩西领什么呀？领律法，那个石板十诫命，对吧？这个是神自己的启示，就神告诉自我介绍，对吧？我喜欢什么， 我爱什么，我不喜欢什么。然后哇好大呀。真给啊？对。哦，那你一会儿你发啥呀？一会儿就那你就不
是按小组发的吗？你这给了你分没奖品，你咋发呀？你现在就能给点现金啊？那行，一会儿你们按小组来，以后有奖品。你们有活动啊？有活动啊？我们把这整理完，整理，太晚了，九点是吧？咱们计划十点半、十一点结束的，是吧？还有一个小时呢，一个半小时呢。可以，给他们点机会，让他们复习一下，是吧？OK 那整理完这个之后，我们说西奈山是神自己的启示，对吧？自我介绍。那为什么他介绍自己呀？他要把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什么呢？原则告诉给谁呢？告诉给以色列人。那25章到40章是啥？唯一一个能看到天堂的地方。会幕，会幕，圣幕，对吧？因为圣经当中说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建造的，那个神的要求特别严格的，这个是什么多少米，然后那个特别严格的。将来有一天你们到天堂，可能会看到跟会幕一样的什么建筑，是吧？会幕的话，我就明天讲，今天不讲了。好，那这样啊，这个我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这个彭程之前呢，给你们。不算是作业吧，就送给你。以前我送给过你们这个东西，发下来这个。把这个送给你们，回去你自己看啊。我建议你们每天都抄一遍。我以前抄过20遍，抄过3遍，抄过5遍。我们几个传教士都抄过的，是不是？因为通过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你人生该如何去掌握的。阿门。对，发给你们之后，然后彭程来主持一下。因为你们太困了，那个한국신문도받으세요뒷전에한국어로된거있어요구조도나왔습니다보시고아마아실게요네지금신민상교회그박승호목사준비하신분들제가한거아니고또有了好接下来我觉得配我们一起配合我们牧师所讲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出埃及记想和大家玩个游戏感觉大家很累但是我觉得觉得这个游戏能够更让大家更加的认识这个出埃及记也能够明白我们处在人生到底哪个阶段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玩得开心一些那么我们从这边开始从再光开始数数数1、2、3、4旁边的人从你开始数数数往后数1、2、3、4然后这样从从1号的人为第一组2号的人为第二组这样的依次往下分4组就是1、2、3、4对对对啊对坐在这边，数二的呢坐在这边，三的呢坐在这边，
死在这里。我不做，我死在这里。你们现在开始分成四个组之后呢，你们在每个组里头，你们自己认为谁学的这个听的这个课程比较好一点呢？今天讲的这么好呢，你们觉得好的，你们可以选举一位组长，然后之后呢，我会选四个经文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组织一下，用你们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力演一段话剧。不是，这个话剧很简单，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我不受任何限制，但是就是按照这个这一段经文的演就可以，就一节经文。我们推荐你有奖品啊，没有口袋，我更是没口袋。接下来你来，这个也是有奖品的。然后呢，给你们准备时间是20分钟。你们可以选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去排练。干啥呀？去当组长，我们给你找导演。尽可能保密啊。好吧，现在是8:57。从9点开始到9:20，你们要去表演一个这样的节目。现在开始选举一个组长出来，然后来领取这里面的经文。你管？